n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huh? 我来！啊！我勒个的！什么情况这是？就还有这雅兴在看老年蛋跳广场舞呢？啊！给你个大嘴巴！我雅兴个锤子！你没看见我被拿捏了吗？啊，这我盲猜一波啊！你这是跟奶奶蛋跳广场舞输了，被拿捏了？去你！什么跳广场舞输了？我是跟这群奶奶蛋比手速，输给他们了。哈哈，我秀啊秀啊，你连老年蛋都比不过，可真配得上你的游戏 ID 啊，咱就说。孟子，你别在这嘲讽啊，有本事你跟他们比划一下子。嘿嘿，来了。小伙子小伙子，你是不服我们老年蛋吗？敢不敢跟我比比划？哟呵，不就是比手速吗？来吧，可别说我欺负你们老年蛋就行。好样的，有气魄。小伙子跟我来。好。哎等等，这不是最近很火的那个沙威玛游戏吗？哦，蛋仔作者都把它给复刻出来了。我的天哪。好好好，浪哥我知道怎么玩啊，就是拼手速呗。来吧，看看谁接待的顾客多，赚的金币多。东东爱吃冰呗。不、哦、第一个顾客就是东东阳。真是窝了个蛋仔啊，没看到他之前我还真以为在玩单机沙威玛呢、啊、来吧东哥，吃点啥、嗯、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先准备食材，切点肉片，上点蔬菜，饮料也必须喝少，还有烤红薯，再把土豆切好烤上，可乐橙汁也满上。 OK， 准备完毕，开始制作，先把饮料给你。好的，卷饼完成，套袋子，东子您慢用，把钱收一下。下一位，你好。好家伙，小孩吃不少啊，两个卷饼，两个薯条，一杯橙汁和一杯可乐。好，浪哥手速还是可以的。哎，炸薯条在哪儿呢？我真是服了，薯条不要了。嘿，你小子钱赶紧收好，我可不能收回奶奶蛋。来来，下一位下一位，大爷您稍等，我这十万火急给您制作中。慢死了慢死了，老子不要了。哎呀哎呀，这游戏是拼手速啊，稍微慢一点就会损失一位顾客。正好两张卷饼，你俩一人一个刚刚好。好的。啊，这顿给我忙的，赶紧继续提前准备卷饼食材。我来。叮叮叮叮叮。你好大爷，吃点啥呢？来一张卷饼。好嘞，一张卷饼你拿好。谢谢啊。喂喂，钱呢？你还没给钱呢？这是吃霸王餐吗？哎呀，我，好好好，你这老头啊，再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可以给东东买个冰淇淋吗？呀，又来了东子，这次吃点啥？嗯，已经做好，您直接拿走。哈哈，兄弟们，浪哥我这手速还可以吧？你也时间不多了，看我直接。漂亮，今日总收入369，接待顾客48位。哈哈，这成绩还可以吧？可以啥啊，臭浪哥啊，隔壁人家奶奶蛋都收到这个数了，所以你也输了。完了兄弟们，今天我和秀儿都是被奶奶蛋拿捏的一天。菜就多练。